大家晚安。晚安。Hello， 谢谢小翔的看好你哦，晚上好。等咗你好耐，Sorry。谢谢，多谢浩然嘅心路历程。谢谢初风的夏令营背包，谢谢。Hello， 坤哥。Hello， 大家晚安。Hello， 阿光晚安。Hello， 信伟。谢谢信伟的行李箱，谢谢信伟的一封信，谢谢朱峰的幸运四叶草，谢谢 Snoopy 的粉玫瑰，晚安。丹塔，晚安。是不是口红太红了？有一点。哎。这样比较好。晚安，是不是有点好？抱歉大家，有点小晚。今天戴了顶小帽，戴了顶贝雷帽。大家晚上好，谢谢礼物，谢谢初风的礼物。晚安，晚安。今天的小晴也好可爱，谢谢。安娜小可爱 ，Hello， 晚安，综合喵喵 ，Hello， 塔瓦哥 ，Hello， 莫涵，晚安 ，Hello， 晚安，晚安，小晴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今天这顶贝雷帽很严重，就是平常的，之前就蛮喜欢的红色格子。大家吃饭了吗？七点钟蛮吃饭时间的。今天 SSKR 聚会嘛，就刚好就是练习有碰到，然后虽然还是没有，就是平常的话，如果刚好练习就是有遇到的话，就会一起练习完之后一起去吃饭。然后我就问说，那我们今天有要吃饭吗？这样，然后我说好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诗雅家。吃东西，对，中午的时候吧。嗯，哦，这是什么？谢谢，谢谢，晚安，晚安，小红，晚安，雅叔，晚安。晚餐还没吃，不过午餐是四点多吃的，可以啦，可以啦。谢谢阿红的钢杯，谢谢 CKMK 的红玫瑰，谢谢中堂喵喵的西瓜子。谢谢开心的刮胡子后，谢谢信伟戳戳你。然后为什么挡着脸？因为今天没有化妆，就是拍照的时候没有化妆。我跟诗雅都没有化妆，素颜仔。其实也可以去戴口罩，但是就是有点小懒。谢谢小红的红玫瑰。而且为什么之前？都不太想发那个，今天不是发了那个嘛，出去海边的照片，然后那个蛮久之前了，也没有蛮久了，其实蛮也不算久，反正就是去看海的，然后戴口罩的，因为毕竟出门还是得戴口罩，就是做好这个防疫措施这样。然后那个为什么？其实那个可能还会再发一两片吧，就看我心情。因为那个我也没化妆，但我想说口罩就挡好了这样。那不算很久，也不算蛮久，对对对，的确的确。今天 PO 的 IG 跟自己的夸说拜拜，好可爱。就本来我就想要拍一个我写括号的，然后结果拍了两次吧，然后想要按下那个快按下录影键的时候，然后就被海冲走了。这样，笑死！大家有看前几天？其实我好像前几天就想发，但是我发了那个影片，大家有看吗？我的现实动态，还好一家没有，是我就是我叫一家录的，然后大概录了第二次吧，那个是。对，我说一家可以帮我录吗？
想录想录点东西这样。你发来说一个很平价，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我跟你们说，虽然那个是用手机录的，但我带相机去，不是装饰，我是真的有拍很多照片。对，我真的有拍很多照片，可是因为我还是对风景可能比较没有，也不是啦，其实我拍照没有那么厉害啦，就是欢迎大家就是传授一些摄影技术给我，技巧给我，对对对。然后啊，谢谢初风的刮胡子。然后我就是我有用手机，因为我比较擅长用手机，因为像手机会有网格，然后也不用特别去调色，就是手机本来就已经有很多就是内色的，或者是说软件上已经有很多就是滤镜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方便。嗯，然后而且像素其实也不差，当然一定是相机比较好。嗯，他好像是不太会用，其实真的没有很会用，所以就是比较常用手机拍照。然后那天就，其实我蛮喜欢拍风景，或者是找到一个好看的构图然后拍下来的。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如果我要做影片的话，就可以拿来当转场用。对，转场用，对对对。然后后来我有看到一些比较像就是其他人做的影片，我就觉得这种就是风景之间的就是叫什么剪辑，然后觉得很好看，所以我就想说来拍拍看。我觉得我很满意那个，欸，就是我把它放在了第一个 Koha Cam 的精选里面，大家就是可以有空去看看，就是多刷几次，我就觉得真的很令人平静，欸，配上影片，对吧？我也觉得。Hello， 大家晚安，坤坤安安，灰仔安安，Martin Hello， 对，收集影片素材。Hello Hello， 其实相机像素不一定比手机好，但镜头成像是好。对，需要练习吧，毕竟是不一样的，就是少了一点，因为我觉得。可能用手机拍的话，就是它比较容易随便拍拍这样，就可能就跟美感有关。但就是相机的话，就是有些人，但其实相机你如果没有那么的，就是在意它到底要多专业还是多好看，什么调来调去，不太在意的话，你随便拍也是可以。但我也蛮有兴趣，就是怎么样，就是直接把它拍成好看一点，对。就什么调什么色啊，什么什么白平衡什么的，最近有比较知道，我现在比较知道，就是听说白不是白平衡，是对比度吗？是什么来着？反正可能是白平衡吧，就是比较知道那个白平衡的部分，其他都不太熟悉。Hello CY，Hello 心意 ，Hello 阿达 ，Hello 佩勋。Hello Team, Hello River, 晚安大家。今天穿得很像位画家，因为戴了贝雷帽吧。我本来想要穿我的格子外套，可是有点太热了。谢谢好孩的戳戳你，谢谢亚叔的看好你哦。昨天看了 YouTube 的时候 ，YouTube 推荐了一首蛮有年代的 Hello Pro 的歌，《那兹卡西》是什么？你是手指，你的手指好像啊，对，不是睫毛膏，是眼线笔，就是对，不小心弄到，没关系了。感觉你应该去找公司摄影姐姐讨教一下，不太会，就是大家都很忙，知道吗？大家都很忙，不太有空，就是理我，而且我们也就是小忙这样。那以后就是现在，其实这部机是就是诗雅的，诗雅借我。然后这样以后就是我可以买一部小小的，存个钱吧，买一个小小的那种很轻便携带的，就可以就是任何时候有空就是拍拍就是日常的 DP 们这样。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存好钱这样。加油加油。这贝雷帽好可爱，最近爱上贝雷帽了吧？最近有比较想要尝试，就是多一点配色，就是例如说，戴帽子啊，或者是项链之类的。
帽子最近对最近还蛮喜欢，对，有在逛帽子。ZV 一十不错，两万有找，努力存个钱吧。招手的英文是什么？你知道吗？招手，招手的英文是什么？不知道哎、欸。All for one and one for all。哦，我觉得红色很好看，红色蛮好的，蛮亮眼。Taxi， 招手啊、哦！你在写作业上问招手的英文是什么 ？Swing， wave 吗 ？Wave 吗？Swing 是什么？我是什么？比较像是挥舞、摇摆。Wave， 好，下面有人解答你了。To wave hand。哦，好的，已经看起来已经完全步入了小青英文不好的部分。我以为是土味情话之类的，没有，我就是单纯的不知道挥手的英文是什么，我好废啊！谢谢米酒的刮胡子，突然变成英文课了。晚安，晚安米娅。晚安，晚安 ，Goodbye 米伊塔。知道 swing 会英文已经不差，就是感觉好像有听过，就是可能歌词有出现过之类的吧。还有那种什么 booging， 十万还是什么？我知道，天鹅，天鹅，歌星或天鹅。Booging 是怎么摇摆 ？Booging 怎么串的、啊？我不知道。不知道，忘记了。偷查，小心 Google 很快。谢谢 L 的红玫瑰，谢谢。不要欺负小青了，他连墙壁眼睛、膝盖的眼睛的眼睛的英文都不会。我会啊，我知道这个好不好？我知道，我不要讲了。谢谢勇哥的枫叶，谢谢。大家晚安，晚安。我是小青，谢谢。快乐星期日，大家今天是星期日哎，有做什么吗？今天是父亲节，大家有跟就是爸爸们聚餐吗？还有送父亲节礼物。谢谢 Snoopy 的红玫瑰 ，Snoopy 的粉玫瑰。我记得已经被骗出一次了，对。开心的星期日，找爸爸父亲，找爸爸父亲，父亲节是吗？父亲节。小晴日本快乐，为什么？什么意思？昨天跟家族里的三个父亲吃了两个蛋糕，那很棒哎！吃蛋糕，谢谢杰晨的干杯。对，昨天暴雨，昨天，对，大家再说。今天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下个礼拜日在做什么。谢谢杰晨的干杯，因为今天不是，就是我们家没有过八月八号八八节，对，所以今天我不算是我的父亲节，但因为今天是台湾的父亲节，对，就然后就是对，就有跟诗雅爸爸说父亲节快乐，这样，
是好吃的柠檬糖霜戚风蛋糕，还有咖啡巴斯克蛋糕，感觉很好吃耶，蛋糕真好。所以有其他特别庆祝的日子吗？我们是过六月的父亲节，所以已经过了，我们没有，就是我们家没有过八月。怎么是跟诗雅的爸爸说生日父亲节快乐？对，因为刚好遇到嘛。先吃饭，等等回来，好哦。六月第二个星期天，对，我们是过六月的父亲节，所以就我们家今天没有再过，但是还是祝福大家，各位爸爸们，然后还有各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各位父亲们辛苦了。谢谢少凯的礼物，谢谢陈恩的礼物，谢谢好孩的 kiss 猪猪，谢谢 Sam 的礼物，谢谢耶， yeah， 谢谢，谢谢蛋塔的粉玫瑰，多谢蛋塔，呜呼，我的每位爸爸都很开心，也可以跟超过40岁的粉丝说声。好可爱的谢谢，好好好好。香港的母亲节是跟台湾一样的日子吗？应该一样吧。母亲节就是五月，是吗？五月。谢谢小新做了我们的爸爸，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做了你们的爸爸？你们要跟我说父亲节快乐，叫一声爸爸。开玩笑啦。谢谢 Tin 的背包，哦，谢谢大家祝我父亲节快乐。我是长老吗？叫糖果边吗？你说这个麻花边吧。谢谢开心的干杯，爹，头目哪是爸爸？啊，小新爸爸父亲节快乐。好的，谢谢，代替他替你们说谢谢。头目哪是爸爸？头目是头目。救命啊！麻花辫或三股辫吧。头目说是爸爸不一定吧，说不定是妈妈。对啊，对啊。短短的小辫子超级可爱。对啊，可是我长长了。就像爸爸一样照亮我们，影响我们。我有强大的后肩，我有强大的背影。我来念一下背影，大家知道吗？背影。既然今天是啊，既然今天是8月8号，大家的父亲节。他不是有一个，那我就来念，等一下哦。他不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短一点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那就是好像是台湾的教科书也有吧？我记得好像台湾的教科书也刚好有收录朱自清的背影，因为我们上课就香港的课也有，就是也有背影这一课。那个时候还要背课文，可是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而且我还要用普通话来念。等一下哦，我现在要用普通话来念，让我看看。我来找这个课文啊！我看到他们说橘子很有名。我看到他说是初中语文最难课文。朱自清背影有那么难吗？有那么难吗？我那时候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很棒的
哦 OK 对啊，还好吧还好吧，主要是老师啊，对题目的问题。既然今天是8月8号，大家的父亲节，让我在这边为大家朗读一篇文章，就是朱自清的背影。从哪里开始？从第4段开始。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得他说话不太漂亮，非自己插口不可，但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好哦，你们说好哦，椅子。我将他给我的做的大紫毛大衣铺好了座位，他付我嘱我，不行，等一下，不会念，嘱咐，所以是嘱，对，嘱我，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我现在想想，那时候实在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您走吧。他往车外看了一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蓝山栏外，山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对吧？对吧？是吗？是山栏吗？是山吗？对吧？大家都说橘子。走到那边月台是栅栏。等一下，不要问我问题。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路，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没关系，身轻布棉袍，满山，我好怕，好难念哦，满山的，满山吗？真的是很好的，就多念课文，你就是你的中文就会越来越好。让我念看看这字怎么念，满，盘山。蹒跚的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善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路，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往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到了他的背影，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眼泪很快就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眼泪，是吧？你怎么那么多不会念的字啊？还是擦干了眼泪？拭干了眼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在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着橘子走到这边。我赶紧去缠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普普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
进去吧，里面没人。等他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到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听小新的朗诵，虽然有几个字不一点。背影爸爸，小新不要哭，好，我不哭，好，我不哭，没关系的，就是有点看到爸爸。好了，不玩了，也没有很好笑。那个尴尬按钮在哪里？爸爸，好了，谢谢大家。有没有想起摸摸摸摸在机场送你的时候？有兴趣可以看看更完整的故事。我知道我有念过这个，我可以说一点粤语。粤语是拜拜，很高兴认识你的。粤语是 nice to meet you， 没错。想起哥哥的背影。想起哥哥的背影，哥哥的背影是如此的庞大。还好机场不卖橘子，不然我猜小金也要拿好几颗。我妈会想要一直就是塞东西给你，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父母都会就是想要就是都给，就是想到好吃的啊，就想要你多带几个回去。又 diss 哦！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回来就是回家的时候，就是因为最近比较忙一点，然后就比较没有打电话给家人。然后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打给我妈，然后就说我要直播了，你有就是对，我说我要直播，我可以说就是那个吗？就是那个电话的东西，就是电话的备忘，电话的备注名称。妈妈最近还有寄东西来吗？没有，我叫她不要再寄，真的不要寄东西给我，已经对我已经阻止她很久，就不要寄衣服给我。然后也就是我没什么缺的，因为其实邮费不如，就是邮费有点贵，空邮很贵，所以就是不要乱花钱，然后不如就是我自己在这边买。没有是什么？就是我上次跟你们说，我的备注名称是。一小公主是我，对，一小公主是我，因为数字会排最高，所以我是我妈的第一名的一小公主。然后第二呢，我问清楚了，第二是我哥没错，然后第二是大公子，我哥是大公子，我是小公主，他是大公子，对，哎呦小公主，对对对。我是我妈的小公主，我是妈宝。不要再寄衣服了，而且我妈会很常就是买衣服给我，就是想到想要买衣服给我。但是你知道，就是大家的 taste 不一样，大家的品味、大家的喜好不太一样，我就有点拒绝，我就有点小拒绝她的好意。对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自己买。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有就是有能力可以自己去挑自己去选了，所以就是不用，真的不用，就是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选自己喜欢的这样。马上就换你寄圣诞贴给妈妈，我现在就是可能想要，我现在在等回家的时候再拿给她这样子。妈妈都挑自己喜欢，她觉得我适合这样子。但我买衣服就是有时候很犹豫的时候，我也会穿给他看，就是对，就是你觉得哪一件比较好，你觉得这件好看吗，要买吗，这样子。哥哥心中也有个王子梦，奈何只是个公子。公子好，公子蛮好的啊，公子很文青耶。我哥没有王子梦吧，笑死，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什么白色西装，然后我可以，没关系，这样有种适合叫妈妈觉得你适合，他
就指向我那堆圣诞 T， 你的品味也不怎么样，不一样，不一样 ，T 恤不一样，好不好 ？T 恤不一样。哥哥又被 diss， 哪有？我很爱我哥，好不好？应该吧，还不错。Hello， 庆推法诀。对啊，不一样。T 恤，我觉得 T 恤就是都可以。T 恤就是多买几件，就是反正 T 恤是一件很方便百搭 ，T 恤就是怎么穿都可以嘛。秒心虚，嗯不对哦，讲嗯不对哦，讲。还好我是妈妈的角色，不是哥哥。爱他庞大的背影，他可以帮我挡风。救命！笑死！谢谢汉堡的粉玫瑰，谢谢，谢谢熊熊的沙滩排球。打是情，骂是爱，没有打也没有骂了。我穿应援 T， 我家人都说你为什么穿女生的衣服？会吗？直接变工具哥，可是。还好啦，因为我跟我哥不太就是不太常就是一起出门，就是他跟我的喜好蛮不一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嗯，哦很难说哎，我有时候很难界定自己到底是 indoor 还是 outdoor， 这是什么头发？我真的是每天都要在烦恼，就是每天都在怀疑我自己的刘海。我跟你们说，我总有一天我的刘海会变很好的，请你们相信会有那一天的存在。哎呀，女生还是少吹风淋雨比较好。根据领域展开，应该是 indoor， indoor 还是 outdoor？ 对啊，我到底是就是好像蛮宅的，但是又蛮爱外面。好难哦。小晴跟默默是吃越南牛肉河粉吗？好酷哦！对，我觉得你应该算是 outdoor， 你们觉得是吗？你觉得怎么样？顺，您说，你只是喜欢偶像的 outdoor 系。我觉得我蛮喜欢出去的，但是我又就是我有一个不行的。就是也不是不行，但是就是没有特别喜欢。就是如果你约我去的话，我可能会拒绝你的。就是爬山，爬山太累了。想起来我们家以前就是不远处，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就是那种登山路径嘛，就是我们家香港，就是有山。可是有一段距离，但就是还是算是比较近的山。然后小时候，因为我妈其实我们家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会带我们出去走，就是对，可能就是这样造成了我还蛮喜欢，就是我有体验很多东西这样。然后就是那个山还蛮常约什么同学啊，或者是什么谁谁谁家长啊，一起去走那个山，但是那个就很累，去山顶放风筝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可能也放过一两次而已，就是真的很累，而且蚊子很多，我超容易被蚊子咬的，我是被蚊绕，就是的体质。附近有山，就是香港蛮多山的，酸性体质，蚊子真的很，这就是。就很烦，但而且我又就是我是那种超级懒的人，我以前不爱涂防晒，然后也不爱喷防蚊液，我现在也懒得就是很懒，然后也不爱戴首饰，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最原始的人，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然后现在就知道要多涂防晒，对，还有其他虫虫，但我不怕虫啊，就是很痒而已，蚊子就是有一点。
婚纸就是有一点麻烦。谢谢信伟的戳戳你，反而有点好奇黑一点的。我现在是是没充到电是不是？啊，等一下我灯就会关了。等一下哦，你们关了。我的电脑没有充到电。哦，可以哦。好，有点暗哦。谢谢坤坤的干杯。谢谢老沙的沙滩排球，谢谢小一的粉玫瑰，谢谢阿Kira的粉玫瑰，超大蚯蚓，看过一次就不会想要看第二次了。我是没有到特别喜欢虫子，就是会不想要去碰它，但我也没有到害怕这样。我觉得我这种还蛮好的，就是不排斥出去。也是 O 型血，但也没有小叮当，我会被吓到，但我没有到就那么夸张。可能因为我家人也没有到很怕，所以就是影响。你知道成长环境非常影响一个人的就是喜好或任何性格，蛇之类的。我有看过蛇，但是不是生的，就是不是野生的蛇。那这么好吃，确定大橘，确定可以打蟑螂的，我都归为不怕虫的。那我算是吧，因为我可以打蟑螂。哦，我不要打蟑螂，我可以喷蟑螂，不要打太，就是我不想碰它，就是不要碰到都 OK 这样，就能不打能避开就避开，然后不可避开的就是想办法。想办法就是不用手的去，对。其实说实话，昆虫要是没有形状，吃起来还真的没什么，能吃的都可以吧。不过听说就是那种也没什么味道嘛，很像马铃薯这样。对，不要碰一下。好啦，不要再聊那个虫子的问题，虫子的问题到底。虫子问题不适合这个少女的台，好吗？反正就是，除了爬山之外，其实都蛮可以的。就是只要我有精神，我就不排斥出去跟大家玩。因为我蛮喜欢空旷的地方，就是感觉就是天气很好啊，然后就是在一个大广场啊，或者是说散步。我最近特别。对啊，蛮想去散步的，但是就觉得晚上去散步怪怪的，就是有点小忙碌，然后就没什么时间出去走走。虽然以前也不会，但最近有点就是，自从这样讲有点奇怪，但自从就是在家困了几个星期之后，然后难得出去走一走之后，突然发现就是走走这件事情是非常舒服，你知道？就是想要去哦，喜欢野餐吗？一直很憧憬，喜欢呢。我以前好像也不算是，但是就是跟爬山那种活动很像，就是我妈会带着我们出去，也不能说是野餐，但去到处走走，可能准备一些吃的东西什么之类的，很棒吧？多么期待未来恢复生日会后安排个吃虫环节。确定吗？确定要这样子吗？哦，你们吃啦！这就是户外派跟室内派的差别。室内派即使关了三个月还是非常哦，可是我也没有觉得就是在家很无聊或者是什么样。无聊是在于就是可能没有人跟我聊天这样，但这也还好，就是怕没有是应该是没有事情，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跟。行程这样子会有点就是无聊，这样有很多事情变得没办法做了，所以有点无聊这样。但
就是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嘛。然后，但就是我没有排斥室内，就是我觉得室内很赞，就是很舒服，但有点就有点觉得自己这样很没有很好，就是有点不太健康，就是感觉每天躺躺坐坐，就是身体不好这样。我其实，在宿舍散步也只是因为就是没什么事情，然后又没有很想要做事情，然后就想要就是走走这样。哪一边比较快乐？两边都快乐啦，对。但是我也蛮喜欢那种吸鲜空气的感觉，吸收呼吸空气的感觉。下礼拜日一定要待在家里，你可以中午待在家里，晚上出去散步。对，但是我的室外派也没有到很喜欢一个人出去，所以我就蛮看，因为你知道在家你就不用，就是如果你喜欢就是跟别人一起出去走走的话，然后你在家就是在家不用人家陪你用手机，就算在外面也可以用手机啦。小型可宅可户外，对啊，我很棒哎。今天想要跟小型宅在一起，那就宅在一起。今天想要出去走走，就陪你出去走走。你就是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也觉得一个人的时间很重要哎。对，最近就是对，晚上的时间有点少，很累，然后就想说睡觉。不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可能是就是身体没有休息好。居家女友小七，我是又居家又室外，我是你们的。帮我想个昵称吧，帮我想个那种称号，什么什么女友的，有吗？大家想得出来吗？除了居家以外，我没有很居，不行，因为我要拼这个居家女友的，所以我还是要说我居家女友。阳光，我是太阳系女友。太阳系女友吗？对对，哎，这个不错哎，暖阳系，我是暖阳系女友，还不错哎。蚊子女友是什么 ？Hello， 陪伴系，蛮的蛮。太阳系很像什么银河系什么的，我觉得是暖阳系。哎，暖阳系很棒哎。阳光系居家中二女友，我觉得最后那两个字好啊，最倒数女友前两个字好像不太需要。黑池女友，暖阳不错，我也觉得不错哎，我是暖阳女友，宇宙等级的是太阳系女友，等一下我又做这种动作，你们又说我中二了，好，真是的，太阳能女友，我能够自己发电，太阳能，自己吸收太阳，也没有哦，太晒的话我还是会。直接被太阳吸收走我的能量，中二没错啦，没有。太阳系女友，那谁是地球？地球。强调女友这两个字感觉就没啥好名字。可暖可中二，人家是可甜可盐，有一个相反对比，你可暖，暖跟中二到底有什么对比啦？看来要括号中二了，大二。大二，中二的对比是什么？理性。可大二可大，我刚刚也想到这个，
可大可中，什么意思？可大可中二，大中二，大中，太对哦，可闪可亮的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中二的对比是成熟。饮料哦，饮料没有小杯，饮料没有小杯，只有中杯哦。我想要小杯，你是说中杯吗？没有，我是想要小杯。不然说我们只有最，我们最小的就是中杯哦。可是你们这个是中杯吧？我想要小杯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小的只有中杯哦。的影片大家有看过吗？我都喝大杯的，嗯，大杯可以喝久一点。阿姐，小可、中薯、大麦克，小可有小可哦，哦有哎、欸，那一家有哎、欸，素食店。小杯就是中杯，中杯就是大杯，大杯就是瓶装。大杯耶、欸！还有隐藏版小小可，真的假的？有隐藏版小小可，会被请的那一种。谢谢综合面面的好忧伤，这个好明显哦。其实我就是纹身，没有了。那其实就是就是我的印记，不是是画到印记。大二不要这样叫我中二了。Just do it。最近加盟了某个运动品牌。小心还是小心，谢谢，谢谢。我是大二，21岁了，大家21岁了。你有应该卸妆，卸妆就可以卸妆。欲しがほる夜、眩しい朝が。不用忘记歌词。如果我能够送小琴一件生日礼物的话，我想送向日葵，因为当我不再看小琴的时候，向日葵会看他。小琴喜欢向日葵。中二不好吗？我是大二，依旧童心未泯。谢谢小红的看好你，要谢谢杨公公的干杯。中二跟大二的唯一差别就是大二已经成年了吧，大二可以去考驾照，大二还可以，大二可以干嘛？喝酒。大二可以熬夜，大二可以熬夜，这些对小杰来说都很辛苦。你要考驾照吗？想考。你不到大二就在熬夜了好吗？没有，我是真的是最近才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嘛，没有啦，就是我有很多很多就是想做的事情，然后结果就熬了一下夜，因为我觉得早起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就是早起的话会有点不太想要做。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有看到一些，就是偶尔会去看一些文章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个文章跟我说，你可以把你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放在早起的第一件事情做，然后你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因为通常就是什么，就是你人生中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是什么注意力嘛？专注力啊，你的专注力会很容易被受影响。例如说，如果我今天想要吃沙拉，但我知道冰箱会有巧克力的话，我就如果我很想吃巧克力的话，就是是什么，我就会比较容易饿。对，就是会嘴馋，好像是这样。我忘记那个例子是什么了，对不起，我刚刚例子先大家先把它撇开。反正总之就是，如果因为。你早起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的脑袋是清醒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不会被任何的东西就是影响到你的专注力跟吸引力，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件你最难做的事情。例如说我要念一篇文章，就如果你放到下午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反正好像还有时间，然后你的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容易就是没办法去完成那件事情，但是早上的时候脑袋是清醒的，所以如果你把那件事做完的话，你整天的效率就会变很好，好像是这样子。最难的是睡觉，那你没有睡觉怎么起床？早起比较专注的前提是睡眠品质要好吧？就是其实。只要你整个人起床的话，应该那一刻是好的，对，也是啊，好像也对，说的也是。最高集中度的时间是刚起床的一个小时，就对啊，可是就最近比较就想要继续睡，我最近比较就是有点没有很规律。就不然前一阵子就是跟某人每天就是约好某个时间就是起床这样，然后我们就互相提醒，对，然后早上一起起床。但最近就是时间有点不定时，对，所以就有点乱了，很容易累耶身体。对，早上先做最困难完成的事情。谢谢周颖的签到，晚安。啊，戴好帽子。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早起。如果没有要做事情，想要睡多久是？睡最长是多久？应该有20个小时吧，但那是高中的时候，暑假，20个小时有吗？没有，10几个小时吧。因为我最近就不会睡那么多的原因是，我觉得睡觉，因为你睡觉是无意识，就是睡觉的时间你可以休息，你的身体会休息，但是实际上你就是那些时间就是固定的，你睡觉的时间你不能做任何事情哎。然后就觉得睡够就好，就不会困就好，就是没有到想要睡很长，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好像浪费了很多可以做事情的时间这样。但我也不会睡太少，因为我自己很容易累，就是我不知道，反正可能体力不好吧，所以我会保持自己的睡眠时间。所以我一定会睡够至少有一段的时间，就是我不会睡一两个小时，睡一两个小时真的是就是逼不得已才会睡一两个小时，就是不然的话我一定要睡眠。对，超过一年时间睡眠反而会更加累，好像是，就是会越睡越累，所以就是尽量。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蛮健康人生的。自从就是高中毕业之后，高中毕业之后就是真的蛮健康人生，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成年，你知道18岁之后突然觉得，就是时间有限，人生
珍惜时间，对。高中不健康吗？高中很健康耶，但是，但是会睡很多。对，高中超爱睡觉，我很爱睡觉，我觉得，我想当睡公主，你知道吗？大家好害羞，讲这件事，反正就是。没有人，完全没有人这样子跟我说过。反正我也不是真的要当睡公主，我的意思是说，我就觉得睡觉没什么不好，反正就是，我就想要当，不是睡美人，反正就是，我就喜，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哦，我要跟你们说，但我觉得不太好，就是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心里面没有东西的人。就我没有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会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觉得上课的时候，我上课很用心的上课，但是我在小休吃饭的时候，吃完就睡觉，因为没有人跟我聊天。然后我又有一点，反正那时候有点小叛逆，就是朋友不找我，我就不找朋友啊，这样。然后又没有到就是很爱跟别人聊天，对，没有很爱跟别人聊天这样，然后，但我还是有朋友啦，不是说没有朋友那种，就是有一点，我不知道什么装有个性哦，可能是有点装有个性。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没事，我就睡觉，然后越睡越累，就是会形成一个习惯。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爱运动，对，我不爱运动。然后以前还会去图书馆看个书，但。反正高中那段时间就是也没有，就是做功课，把作业做完，然后做完不带回家，把就是要带回家的作业全部做完，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时间很多啊，反正就是没事做，那我就睡觉了，然后就睡很多，然后晚上也睡很多，早点睡，反正因为我作业已经在学校做完了，我就不会带回家，然后带回家就多了很多时间，可能就看看动漫啊，滑滑手机啊，打打电脑这样子。那时候也没有到那么的3C 科技世代，没有那么多手机可滑，什么滑滑 Facebook 什么之类的，看看动漫什么之类的，这样，然后，对，然后就是一直在睡觉。我现在就觉得那些时间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就可以去，可以去看书啊，或者是多复习一下啊。现在绝对不会，我现在以前自己绝对不会觉得要复习，想说做到点就好。我以前是这样的人，对。然后或者是跟去认识朋友，就是可以再大胆一点，对。但我现在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很浪费时间。我觉得要找点事情做，就是可能。以前不太会，就是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努力多少，你就会获得多少。所以我睡觉的地方就是别人在努力的时间，或者说我睡觉的时间就是我可以去努力的时间。不跟别人比较的话，就是我可以自己去增值自己的时间。那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时间浪费掉？多余不是说你很需要睡觉，而是你多余要睡觉的时间呢？所以就是。就算你今天不是去努力在一些好的地方，你也可以做其他事情的感觉，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比较珍惜时间吧，对，虽然也是有一点浪费时间，例如说滑手机是一件，或是看剧什么，其实这些可有可无，就你可以拿来放其他做其他东西，但就是。就我觉得，反正做这件事情也比睡眠，因为睡眠就是不动啊。当然，我也不会就是缺少睡眠时间，但我觉得睡眠好像有点，现在长大了之后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必要的。对，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耶，特别是岁数一直在增长。就是开始觉得就是。难怪人家说成年人长大之后越睡越少，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啊？但我知道很多人在上课、上学的、上学就是求学时期就已经很爱熬夜，
虽然这是有可能就是努力的证明，对对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真的过得很快，因为就是有疫情关系吧，就是有很多事情变得没办法做，然后很多事情就变得就是你会开始觉得就是今天可能很快就过了，因为有些事情你想做但没做，就是根本就是不是说我做不到，而是就是哎，不是说我不做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做拖延，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根本没办法做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吧，那只要放弃的话就是时间就过得很快。嗯，有啦，还是有好好睡觉，上课很好睡，对。但是老实说，有时候就是上课还是超想睡，然后我就会一直这样，然后真的是很那个，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被抓很慌哎、欸，就是如果上课睡觉的话，如果老师叫你的话，我就会很慌，就是我不是那种。就是同学很就是很多很有人会 cover 我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然后我就会努力让自己醒。我想一下我有什么就是阻挡自己就是不要睡觉的部分，反正就是第一个就是一直压自己，我一直这样就疼痛一个疼痛，然后以前有一个方法，但不怎么有用，有用的时候，但也有没有用的时候，就是剪橡皮擦，反正就是动一下，简单来说是动一下，但是你有时候你就不能突然站起来吧，然后所以就是如果不能动的话，就是一直在那个压自己，这样，然后这边就很多，然后压到整全身有压就压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捡东西，对啊，蛮想去洗把脸，但是就是有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老师我想睡觉，我可以去洗把脸吗？多尴尬，很尴尬。还有什么？我记得有一个方法，但我忘了。什么？忘了。不行啦，就是我不是想睡就睡的问题，就是能睡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想被抓到啊，就是一定会抓到的，反正我每次都觉得就是一定会被抓到，不然我就是有一个害怕的心理，而且没听到的话就很那个，就是对不行。我觉得就是被抓到会很慌，我每次被老师叫到都很慌，就是答回答问题也是，就是不确定。很不喜欢被抓到做错事，就都没有很喜欢，谁喜欢啊？可是不会只有你一个睡啊，可是他们睡跟我睡没有关系啊，就是他们睡他们有被他我又不是他们，就是怎么说，好讲一个就是比较大道理一点，就是人家这样子做不代表你要这样子做，这蛮大道理，就是人家做错事又不代表你就要跟着他做错事啊，那你就知道他是在做错事，你干嘛要就是跟他做一样的错事，对不对？这是一，但这有点大道理。二就是他有他自己被抓的风险，我也有被我自己抓的风险啊，我不想你看到他可能不会被抓，但我可能会被抓，对不对？对啊。正论是刚刚那个，第二个就是对啊，他你看到不对，不只是我一个人在睡，但是他不会被看到，他说不到，对不对？所以这是跟就是你不能跟别人比啦，真的。我讲的都是正论哎、欸，我就是很。被抓到通常不会是第一次犯错，对，就不想被抓到，也不想做错事啦。谢谢
小红的掌声鼓励，谢谢阳光的掌声鼓励。我今天一直想喝水，可是今天蛮好的。大家也多喝水。跟二阶行为一样，不是大家做就跟着做，不对的事情就是不能做。对啊，对啊，就是对的啊。对啊，大家就是夏天多喝水，皮肤会越来越好哦。上课睡不睡觉不是重点，重点是考试会不会过。对，嗯。而且我觉得睡觉还有一件事，就是尊重的问题，对，就是很蛮不尊重老师的。对，你想一下，如果今天你是，就是。你是上面那个人，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你上去做报告，然后大家都打瞌睡，然后就是或者是 一脸臭脸，想说什么之类的，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我是觉得就是尊重吧。我超在意尊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人与人的基本尊重就礼貌这样。可是这也是我自己想法，对。反正就是尽量吧，我都是尽量。现在没办法，就早上早八那种，就是尽量。我有打过瞌睡，我不能说我自己没有打过瞌睡，或者说什么之类的，就是尽量，尽量。对，有啊，老师有抓过我，他说就是是不是很想睡觉？我说。对，就是有点晚睡，对，他说好，他说你就说，他就说好，反正你要做好，就是反正就是小考的东西，你记得就好，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尽量吧。那老师对你还不错，对啊，蛮好的，就是蛮好的，其实还不错。其实我觉得老师们都还可以，对啦。暂时没有遇到什么，有啦，但是就是没有要，就是可能要接触很多的，对。有没有遇到大刀？大刀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会不会睡，大部分原因是老师，看他的课程吧。对，谢谢信伟的掌声鼓励。好，我刚刚讲的都是大道理了，大家就是朝着自己的就是想法，但我觉得。撇开睡不睡觉这些事情，人与人的基本尊重还是蛮重要的。我的大道理。给你一个赞，棒棒棒！小心注重 respect。上了英文、国文辅导还有什么课呢？小琴老师，刘老师，小琴是人生开导师，
哪有？我脑袋装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哎、欸，刘老师的课会爆满吧？没关系。大丈夫，大丈夫です。刘老师好像有很多个，还好吧，就两个。那两个姓刘的。我可以开一个什么，就是。但我觉得我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比较多，然后，其实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别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心中有一些就是想法或者是解不开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不是你，所以就是有时候，但我能够。是我愿意去理解你的想法，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就是你很不开心，但我不想要直接用道理去压你，而是就是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我很想要去理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想，这样。然后，但有些东西就是你可能你心里面也不解，或者是说你想不通一件事情，但他这个事情是因为你自己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有些事情是别人跟你说了，你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完全套用在你自己身上，但可以当个建议或意见啦。对 ，Oh my god， 我讲了很大道理的事情。分手能找的好朋友，分手可以找我。你们分手可以找我，我可以听你们讲。对，但是不太懂哎。就是有点难，就是除非这是我自己真的有意见，就是可能有想法才可以，就是可以给你意见，对。而且，但有分两种嘛，就我刚刚想到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我蛮会安慰人的，但是我分两种，一种安慰是可能他是很认真的想要你。被他安慰，那种好像不知道，我只能就是就是有点难，但我蛮会就是开玩笑的，你知道吗？但我现在找不到，想不到就是有什么举例，对，就是但是蛮会那种开玩笑的，就是还好吧这种。对啊。激励是安慰。是从上课睡觉到恋爱商场都可以找人吗？其实都可以啦，其实我蛮喜欢你们偶尔如果有什么生活的一些事情啊，其实也可以分享给我啊，对，就是蛮喜欢听你们，就是就有种可以参与，也不能说参与你们的角色，就怎么说，就是听到一些你们的故事啊，更了解你们的感觉，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就是想要跟小晴聊聊，或者纯粹是分享给我的也可以，或者说找不到别人聊天也可以写信给我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写字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我觉得写日记还蛮解压的，就是有点跟别人讲话的感觉。但如果你不想写日记的话，你可以就是，反正信寄出去就不见了嘛，也只有小晴看哦，可能姐姐会看一下，但姐姐不会记得啦。然后就是你就假装就是有种就是跟了某一个人说，某一个不是你身边的人说，就是可能会比较舒服吧，我不知道。哎呀，姐姐啊，姐姐会看到。写给姐姐好了。那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可以找小青聊天，可以啊，可以写信给我，可以直播找我。
就感觉有一种，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难过的时候，你会如果刚好就是你的周围环境导致的，就是一些你自己的心里有点乱乱的想法的话，就有时候会特别不想要跟，就是跟这个圈子，或者是你就是跟你这个圈子的人就是讲，因为不知道，就可能想要找一个小学同学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就是能够以一个完全无关的角度来听你讲这件事情。那如果你们找不到这个人的话，我也很愿意当你们这个人呢、啊。这样会把负能量，其实我觉得还好，是因为还好是因为就是如果是你们工作上面的事情的话，实际上我没办法帮助到你，所以你们不用觉得负能量会完全传递给我，因为其实实际上就是可能就只能。是分担你们的，就是你们分出去了，但我们没有到完全的，就我只会觉得就是能够理解，然后知道你这个想法，然后你分享给我了，我帮你分担一点点，然后实际上我不能够完全直接的或者是想什么如何，例如说你职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并没办法在职场上帮到你什么，那我还是会继续分享我的正能量给你，这样子。如果是职场上嘛，对。可是也是讲而已啦，就看你们啦，你们不用想那么多啦，哈哈。你们不用想那么多啦，哈哈。反正就是都蛮好的、啊、谢谢杨公公的粉玫瑰，随便讲讲而已，你们不用有压力，笑死。谢谢杨公公的粉玫瑰，谢谢 CKMK 的红玫瑰，谢谢开心的幸运四叶草。心情不好，所以可以看小青的直播吗？当然可以啊。哎，好好笑哦，快被自己笑死。我跟你们分享昨天哦，现在是什么歌？看一看哦，一分数。点苗之歌，对，点苗之歌，这是春茶的 song list。我来跟你们分享一个事情，你好好笑，干嘛学我？哎，是吗？你在学我吗？好，是吗？哎，信友，你是在学我吗？你好好笑。对，我在学你，救命！谢谢综合妹妹带我走，带你走的啦。分享一下我的负能量，我想一下哦，就是很烦的，就是大家就一直说我是中二仔，就觉得还好啊，开玩笑。谢谢好孩的真情告白，我不知道，我最近一直跟别人说我很快乐，糟糕，就是要疯了。中二是客观吗？蛮好的。等一下，我要去分享我的东西。等一下，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就是。就前几天不是大下雨吗？其实也没有多好笑，就是我想讲讲而已。就是前几天，我想一下哦，有两天，就是本来没有下雨，然后我那天跟易云去。
自主练之前，就是去逛了下街，这样子买个东西，这样子，然后结果下大雨，然后就啪嗒啪嗒啪嗒，就很夸张，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拿了两个纸袋，然后直接湿透，大湿透，就不好笑。大石头，大家记得出门要带伞。对，纸袋会烂掉，然后我就一边走，然后就想说，就是我们那天拿了很多东西，因为我们还要就是我们就是订了外带的东西，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吃的，就是然后一云负责拿，然后我就帮一云拿他的东西，对，因为那很大一袋东西，几个人吃的，然后他负责拿那一袋东西，然后我帮他拿东西，然后。因为刚好买的东西都是纸袋，就是我拿的都是纸袋，然后我的伞又很小，然后我们就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就是下太大雨了，就是突然下超大雨的，他说该怎么办，然后就是都湿透了，它看起来就很像要破掉，然后我走到一半，我就说怎么办，你看你袋子快破掉了，然后就是没办法嘛，然后我就说那我来换个边好了，我就赶快躲到旁边的建筑，没有，我们就是要先，就是我们要去公司之类的，对，我们要去公司，所以我们在路上就不等了吧，就直接往前，就是去公司啦，对对对，纸袋是容易破，没办法，就是只有纸袋。我们都有撑伞，但是雨太大了。我们都有撑伞，只是雨太大，就都湿透这样。哦，对，为什么讲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想会骑车，好想会开车。如果可以开车的话，就不用管了，就开车就不会被淋到。最后纸袋有破掉吗？没有破掉，但基本上不能用了，因为就是到公司就换一个袋子吧。对，就是都破掉，就是太软了。然后我们就是打开吹风器，把鞋子都脱掉，然后就吹那个鞋子。还有零一，对，零一零一云，还有口哈零一零一云，然后就吹那个鞋子，然后还有吹，然后那天我刚好买了运动裤，然后我买了几条，两条运动裤，然后因为下大雨，然后我的裤子都湿透了，所以我就当场换了一条裤子，然后那条裤子也拿去吹。对，是，对，太大雨了，就是最近很台风天，口哈零一零一，对吧？哎，原本有约布丁，就是一不小心，可是那天布丁要去吃父亲节的饭，对，跟父亲跟爸爸吃饭，对，他说我们已经约了两次。然后布丁都刚好不行，然后说，然后下一次见到的时候，他就说我也想去什么这样，我想说下次，你已经两次没有参与到，一不小心就突然约饭的饭局，太小看前两天的台风了吧？我觉得没有台风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就是下大雨，哦，没有，其实蛮突然下大，我自己觉得蛮突然下大雨，因为完全没有台风的感觉。我知道有台风，因为我有看新闻。我每天都会问啊，也没有到每天啦。我每天都会问 Siri 时间，然后偶尔出门的时候问一下那个气温。但我最近就觉得很热，所以我都没有问。林雨欣说，大概只有我一直在就是用 Siri， 一不小心，不是那个心。虽然没有大风，但雨好可怕。就是
很难过的，哎，不是难过啦，也没有到难过，但是有点麻烦，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就是这个礼拜都在下雨，就是可能刚好我想要，想要出去，然后，太阳有太阳，就是好像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但走一下之后又下雨了，这样。对，衣服小心。我起床也会问 Siri， 可是你起床没有开闹钟吗？那闹钟你起床时间不就是闹钟设的那个时间，还是你没有设闹钟自己起床？小心翼翼呢？哇，好酷哦！小心翼翼比较少见吧，就是可能会小翼翼比较常见。小心要心在，心跟最后一个翼在有点，就是同时在的时间比较少一点。雨加风最可怕，雨完全没有，伞完全没有用。晚上跟 Siri 说 ，Siri 早上明天早上叫我就不用闹钟了。晚上跟 Siri 说 ，Siri 明天早上叫我就不用闹钟，真的假的？他会自己跟你，真的假的？是真的吗？这个是真的吗？被闹钟叫醒，会叫 Siri 十分钟后再叫，再睡一下。好假的。棒哎、欸！阿红要被我没有啦，开玩笑的阿红。大概他可能会说，我不太清楚你想要表达什么，这样。哎，有没有很像？前面几个字蛮像的吧？我不太清楚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哎、欸，哇！我真是每次都是第一次的时候，我每次都是第一次的时候模仿的特别像。我以后可以模仿 Siri， 你帮你把闹钟设在早上7:15这样。哇哇哇 ！Hello Siri， 去苹果打工，好像好像好像。叫你模仿不是超越，哇！我得到了新技能哎，哇！我每次都突然在直播间突然发觉到自己的新技能是怎样 ？Oh my god！ 我可以来挑战那个 Siri 的绕口令了，这是随性的啊！看来就是那个脑袋已经，就是我跟 Siri 的感情已经好到他，我会模仿他讲话了。就像朋友们，我会模仿林雨欣唱歌，但我觉得这有点，人家说我有点就是有点夸张了。我也会模仿林雨欣讲话，我会模仿布丁讲话，这种就是见太多，你知道吗 ？Siri 也是我朋友 ，Siri 就是 ，Hey Siri 这样。我没有恶意模仿，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很像，你知道吗？Siri 系列配音，林一唱歌怎么配模仿？不然我现在嗓子没有很好，不太适合今天模仿。要等我有那个 feel 的时候。哎，我水喝完了，大家，水喝完了。说 Siri 是我朋友，感觉很边缘，哪有？今天的水瓶是春夏色颜色。去抓、啊、模仿一次啦，下次刷，下次，不行不行，等下又破音了。我会模仿以前林雨欣讲话，以前林雨欣就是，我不知道哎、欸，我怕我不行，我现在已经那么的，那个了。小心可以模仿 Mina 这一点，我比较惊讶。Mina 不是 ，Mina 是我第一个吧，第一个会模就是。会想要去模仿的人，是吗？大家好。
现在不会这样讲话，他现在不会这样讲话。以前的他。大家好，我是零一。都可以啊。都。他现在不会这样讲话了，他以前就是这样讲话的。我说真的。好好笑，有什么歌啊？啊，算了，我不要，不要，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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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零一比较没那么害羞，对，对，现在零一就是比较开放。为什么零一是木头呢？零一是木头吗？他是木头吗？是我说的吗？是我说的吗？米娜，可爱的，不要啦，不要啦，我嗓子不好。你有什么代表的话吗？想不到。对呀，都可以呀，都可以呀。模仿一下林一叫我说，他又叫我没有了，开玩笑。哎，刘小晴，哎，刘小晴，哎，刘小晴，没有，他不会叫我，他不会这样叫，他偶尔吧，不知道。最近不太怎么叫，你知道太熟的话就直接，就是。眼睛对上就会讲话，不太会讲话，知道吗？对，不太会。是陈思雅吧？哎，刘晓晴，哎，刘晓晴，超有点陈思雅，对。陈思雅吧 ，Mina 叫口，哦 ，Mina 就是叫口哈路这样子。哎，刘晓晴，刘晓晴，这样。我在想说刘小晴、廖晴、廖晴这样，廖小晴可以呀、啊，就是这个，对之类的。对，大家都好可爱。好啦好啦，处处留情，处处OK， 哒哒哒哒哒哒，谢谢，都在后一个帅气领带。谢谢，都在打他个爱的小熊。没了吧？还有吗？没了吧？为什么从这个变成那边、啊、？Siri， 对，还在讲那个 Siri， 本来是讲那个 Siri 闹钟的部分。因为 Siri 真的很好用，我不太懂，就既然有这个功能，大家可以懂。哎，你知道是 Android 不是也有那种吗 ？Hey Google， 大家有用过吗 ？Hey Google， 但是我发现 Google 就是有些东西，因为可能 Google 不是内建，然后就是有些可能跟他说 Hey Google 帮我搜寻什么的就还好，但如果说 Hey Google 帮我打开什么设定，然后 Google 就不太会打。啊、哦，是 OK Google 吗？安卓是 Google， 哎、欸，不是我的 Google， 抱歉晚熊，抱歉晚熊。Hi Google，Hello Hello， 哎、欸，你 Google 出来了吗 ？Hello Google， 好久不见呢。但 Google 就是搜寻吧，搜寻比较方便 ，Google 不太会帮你开东西。
咯。有些人会把那个 Siri， 对对对， Siri 可以聊天。笑你，我在用耳机。Siri 听起来比较友善。哎， Siri 不是可以调声线吗？上次我忘记是谁说，嘿 Siri， 我就跑出来问我，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跟大家的 Google 打招呼，不太会开东西，我觉得我是不是很抖啊？抱歉抱歉，我觉得是安卓系统的问题。我曾经想要启动别人的 Siri， 就是有些人会开 Siri， 但是显示器的 Siri 没有开。就是有一次我想说，哎，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我就说，哎，那我来开，因为我手机不在附近，我就说，那我来开显示器的 Siri， 就是手机好了。我说，嘿 Siri， 然后陈夏就说没有啦，陈夏就说没有啦，显示器的 Siri 没有开，这样。刚刚酷狗回答了 ，Hello 小晴，你是不是把你的手机改成了小晴的名字？小心在这 ，Siri 会认声音是哦，真的假的？可是我之前讲，嘿 ，Siri 就是都会开到什么法法运觉的，对。可是 Siri 怎么认声线啊？它是要自己输入吧？就是如果我一开始就没有调那个的话，其实都可以吧？是吧？是吧？看来模仿成员看打不打得开，一开始就要设定音格，是哦，是好像是，有点忘记。你可以模仿，用模仿偷偷开别人的吗？可能可以哦。觉得好烦，就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可能没有讲 Siri 两个字，它还是会跑出来，就是可能讲到什么诗雅什么的。可能叫嘿诗雅，然后 Siri 就跑出来了，想说没有叫你用 Siri 这样子，然后就想说不是叫诗雅吗？你是诗雅吗？这样就是有点麻烦啦，这样是强迫设计哦，原来是这样。太敏感。我之前去跟朋友去买十一的时候叫 Siri， 我都跑出来，他都没反应。这孩子可真淘气呢！你要当诗雅吗？这样，好好笑。太敏感 ，Siri 就是对。我希望，我现在一直讲他也没出来，是不是还好？还是因为我刚好开直播？但我觉得就是还好哎。不请自来的 Siri， 我觉得 Siri 蛮好用的，还可以跟聊天。但我最近没有在跟，我每天就是，因为只要叫 Siri， 它就会亮屏幕，然后就可以看到时间，然后还有就是调闹钟。就例如说我在化妆、夹头发，然后我想要调一个闹钟，说：“嘿 ，Siri 可以帮我设一个什么几点的闹钟吗？”这样，又或者是 Siri 今天的气温是。所以今天很降于律师这样，基本上就是几个功能。不然 Siri 还可以干嘛？ Siri 还好。对对对，我看完时间叫完他就不理他，对，我想说嘿 Siri， 对，就这样。他知道你在笑他，生气了。还记得你之前直播跟 Siri 聊天？对啊，现在就不能跟 Siri 聊天。为什么不理我？他可能在想说，小晴叫 Yo， 你们有听过 Siri 叫 Yo 吗？就是他会回你，你就说 Hey Siri， 然后 Siri 就回你 Yo， 你超可爱的。Siri 之后据说还可以控制家里的电器，那重点是要加，就是电器要跟手机就是有连接。有些你叫 Siri 他不回答了，那我就自己去按啦。你又没有听过，他会讲欸，他会讲要讲，超可爱的。我
很喜欢跟，就是我不知道哎，反正就是 Siri 蛮有用的。你养的有点厉害。声控，声控啊，我也觉得好难，感觉会讲就是讲的不清楚，就是你讲话要就像你语音输入，就不是说 voice message， 就是语音输入，然后他帮你打字，就是你要讲的很清楚。我的声线不知道是不是一直变改变，一段时间都要重设 Siri。如果我今天就是他认不得我的声音的话，我就放弃。这种我要讲一件很狠的话，这种朋友可有可无啦。我说 Siri， 这种朋友。反正不用叫 Hey Siri 啊，他反正就是按那个按那个手机，他就会出来啊。我竟然这样子讲 Siri， 我讲一句好狠的话，我讲这句好狠哎、欸、，Siri 要走心了。所有东西都可以手动。哎、欸，我好坏哦。真是，不要逼 Siri， 不合传言。哎，终于有人要传出我跟 Siri 的，我跟 Siri 有 CP 吗？就是有人要传出我们 Siri 的不合传言，我们都已经营业了那么久，有吗？我跟福德营业的比较久，我们都是营业啦，其实都是商业营业。其实我真的还好，福德，就是因为大家想看，所以我才很常抱着他，就是都是营业啦。对，其实我们就是很多。很多不合的传言，我跟你们说都是真的。这样，谢了以后就不理我了。好不，阿小，你们不合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抢，你要抢他，我要抢他工作，我干嘛要抢他工作？他来抢我工作吧。哎，我每次开直播，一堆人在那边说。福德在哪里？福德在哪里 ？Hello， 小晴开直播哎、欸，不能去找，想看福德去看福德直播啊。然后每次握手会，福德会来吗？福德会来，想去看福德就去福德握手会啊，干嘛这样子？就是莫名其妙哎、欸，你们直接爆火。我是在说 Siri 啦，哦，好啦，不小心被你们发现，我跟福德的东西，走心了啦，走心了啦，就是莫名其妙啊，你们，不就是个福德吗？我不敢说他是宝宝，就不是个福德吗？我没有喜欢福德，福德就是蛮好抱而已，他是工具人。
夫的愿不愿意啊？对啊，你要问一下福德愿不愿意，好不好？说不定福德也没有很想要跟我在一起，好不好？就你们硬要臭我。他在跑单，等等问他，有可能哦，福德是工具，没有啦，福德是我的朋友，对，我不是他妈哦，其实真的不要觉得我是他妈妈还是经纪人，我是他朋友，福德就是一个我的朋友。好吧 ，OK， 普通朋友，他有承认吗？啊，说不定他不认我是朋友。他不是经纪人，我不是他经纪人，我是他朋友。福德不是小晴最好的朋友吗？我是福德最好的朋友，但福德是我朋友。Oh my god！ 我真的讲好坏哦，超级坏。蛮好的，你不知道我想做，你不知道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还要跟我告白吗？我是很容易心软的人哦。这样 Siri 要跟福德组 CP， 我觉得蛮好的，好像蛮好的、哦。又不是小晴最好的朋友，小晴有很多好朋友，小晴有很多好朋友啊。还是福德当你的男友，福德不是男性，福德是福德，他不是男性。福德就是福德，福德是吉祥物，对，宿舍吉祥物。福德是宿舍吉祥物，耶、yeah。我们来听 Rain。Say that you love me,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I'm not shy, but I think you do. I say that I love you, do I really mean that? I'm not shy, but I think I do. All we do is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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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the nighttime tire. Seeking time in free. All you do is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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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I said, said, said. Seeking time in free. Hey!今天是快乐星期日，福德当然是啊，你一个人的时候都靠他守护。明天要上班不快乐了，明天是快乐星期一。还好啦，大家打起精神来，我觉得就是星期一嘛，很快的，很快就过了。
快乐星期日看小星直播，其实我还蛮少星期日直播的，而且还是晚上，星期六比较多。那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是星期四，星期四，完美 ending， 七点也很少，七点。一家那天直播有小金抓来玩，小金有发现吗？我没有发现。福德有他自己的就是行程，就是我没有到一定要管他。哎，大家知道福德从哪里来的吗？是不是大家都忘记福德是从哪里来的？其实他是我们的宿舍好朋友，哎，虽然是我的，但是其实大家是忘记了吧？对啊，是法法的生，是法法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去年的，是法法送的。然后就是大家都包裹这样，然后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反正就是宿舍的。然后小金，这虽然是小金生日，然后呢，没有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宿舍的宝，对，宿舍的宝。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提那件事情？好好笑。你放它在客厅，在那吧。对啊，我就把它放在客厅，因为我觉得那个位置蛮好看的。不是某一天在下雨的晚上，在路上巧遇之后开始一起生活吗？这是哪来的故事？这哪来的故事？好好笑。其实我们好像差不多要结束了。其实感觉福德蛮自得其乐。我现在房间有点小乱，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时间去整理，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把它拿回去，但就我觉得它在那边还蛮好看的，所以我就一直把它放那边客厅。对对，自从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因为搞派对，然后就是搞派对的时候就把房间收拾的蛮干净的，然后后来就是有点就开始有点小乱，因为要找东西什么之类的。谢谢杰成的粉玫瑰，谢谢蛋挞的爱的小熊。分房就说我被收出去的，什么？我来看看，我们要听什么？谢谢小一的干杯。我们可以听哦，我们可以听叫 Rain，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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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好朋友只是好朋友，好朋友关哎，突然忘，好朋哎是吗？好像不是好朋友，是好朋友吗？好朋友是好像黄喵，算了。好啦，反正今天差不多要结束了，我已经九点半了。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青的直播。然后呢，今天是星期日，大家记得就是好好休息。明天上课，上班上课，加油！头发好乱。然后我想一下哦。
就是下个礼拜日，就是我们的 reset 公演。最近都非常的努力的筹备的这件事情，我们会加油的，希望大家还没有买票的可以赶快去买。对，然后这次是我们第一次的线上公演，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让我们来揣摩一下，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我们可以揣摩一下镜头上如何跟你们四目相交。真的真的，最近就是怎么说，因为大家都知道沙卡比较多改动，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其他人就可以就是跟你们透露一些就是练习的小故事，但有一些就是小也不能说惊喜或者是什么，就反正就是一些东西又没办法跟你们讲，所以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的就是我们就是有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都很努力的在努力练习，所以请大家好好期待一下，对吧？就是我觉得线上公演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平常可能因为我们没办法每一个眼睛都对上嘛，但是如果我们对着镜头的话就很像跟你们四目相交。我会加油的，因为其实我没有到很会抓镜头，我会加油，然后期待大家，大家一起看，不知有咩唔同嘅地方，我都唔知有咩唔同嘅地方。在下个礼拜吧，就是下个礼拜直播，就是可以早一天我们来，就是复习一下什么之类的。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2022年的年历票选活动，你的居家女友。欢迎大家投小青一票哦，耶！就这样，以上差不多，好像就差不多了。干嘛又来？你们为什么那么嫌弃我这个？哎，我以为你们会蛮喜欢的。喜欢的是居家女佣，谢谢你哦，谢谢你哈，可以啊 ，OK 啊，没问题啊，就是没什么问题。冷静，冷静，冷静。好，那我来念一下排行榜。第十名是蛋挞，刀仔蛋挞。第九名是中银，谢谢中银。第八名是杨公公，谢谢杨公公。第七名是开心，谢谢开心。第六名是米酒，谢谢米酒。第五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四名是初风，谢谢初风。第三名是综合喵喵。谢谢中海喵喵。第二名是信伟，感谢信伟。然后第一名是熊熊，谢谢熊熊。谢谢熊熊。什么？预祝小艺生日快乐啊！我剩两天，我下个礼拜二好像没有开，但是预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大家，那我要下播咯，大家明天新的一周加油，努力努力加油，上班上课没有上课，上班加油，新的一天加油，生日快乐。Hello 小三美玲，拜拜，晚安晚安。我要关台了，小三美玲，干嘛找我吗？
找我吗？好啦，大家晚安。晚安。他没有要回我的意思。拜拜，下礼拜见喽。拜拜。拜拜喽。晚安。